题目问你输出阻抗 RO 等于多少，那我们看一下输出是在哪一级，级一级，对不对？这个是 drain 啊，是积极在这边啊，是输出。那所以输出阻抗呢，就是从输出端，从眼睛这里看进去，看到两个东西啊，一个是 RD， 另外一个是什么 ？RDS， 对不对？啊 ，RDS。那如果交流电的话，如果是交流信号交流等效模型，会把这里当作接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个就是变连，好，所以输出阻抗呢，看进来就两个电阻变连，就是这个，好，所以答案就是 RD， 啊，变连 RDS， 啊，相当容易，这样就是了，可以吗？放话，好了，结束。